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io。秋冬最少不了的单品就是保暖的内搭喽，所以本期的内容就是针织毛衣实测。喜欢的宝宝们记得往下看。这件高领毛衣是我在安娜家挑选的，颜色温柔无色差，胸前这块的交叉镂空设计很有特点，而且袖口也有镂空的设计，细节做得很好。搭配同色系的直筒毛呢裤和小白鞋，整体带来一种休闲舒适的感觉。把衣服前侧的下摆塞到裤子里，可以拉长腿部的线条。全羊毛的材质特别的柔软亲肤，而且保暖。这件毛衣加上运费差不多400块钱吧，追求品质的宝宝可以考虑。这件衣服它发货超级慢，无敌慢。哦，他们家的衣服好像都是这样的，每一次买的时候发货都好慢。这个衣服其实还是有一点起球的，那毕竟是羊毛的嘛，羊毛的东西它好像都起球吧。这款十分复古的羊毛打底衫是在枪口小辣椒店里挑选的，荷叶边翻领的设计很有女人味。我下身搭配了一条过膝的半身裙，更好地展现出衣服带来的优雅气质。紧身的款式是比较显胸大的，但是同时呢也会显肚子，所以对身材的要求还是蛮高的。这件羊毛衫的做工特别好，袖口的纽扣也很精致。全羊毛的材质虽然看起来不厚，但是很保暖。300多的价钱买这样一件薄薄的衣服呢，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贵，但是如果你从它的设计啊、材质啊，还有你穿着的舒适程度来看呢，我觉得都非常适合入手。本期的小样测评就到这儿啦，想看更多网红店服装测评的话，记得微信关注小样美人计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